十克皮儿，差不多，总重量35克。把塞完了吗？10克皮儿，25克馅儿，小笼汤包，一会儿上锅蒸熟，看效果。后面这几个。等等，还是等。这个不平，篦子不平，淋在里边。撕开个扣，撂着就好了。哎，关了吧，给他。煮点串面。只要你都放心，远。根本不平，别往下压压，我操！没这个不要紧，这个不要紧。对，篦子没放平。咋走的？那什么，你撕一个，撕一个开呀。这不是倒了吗？撕开一个，往上撕开一个来。等一下。那头拉来了，少的快。少了点，160。啊，这没有。他这间不一样，他这个在车间，在车间把两个小孩放在那都贴膜。八五轴味儿，有这么多水应该是可以的，但是就是不饱满。它半入糊的面不发黑。